我是一个没有电玩就活不下去的女子。按电玩仔，可以一起打电动，边打还要边碰，见面碰面，暂停一下。请问你有多宅？我是动漫狂热少女。水啊，终于哦，你完全是动漫宅。cosplay 你会愿意？拜托 ，cosplay 男生 OK 啊。今天穿衣服很像火影忍者。哦，哇！